注重有机这个概念了，尽量都会多吃一些有机的食物。但是我们带你看看，为了让小朋友更健康，很多家长让他们从小就吃有机食物，而且是在托儿所提供的。我们带你看的是知名健康集团马家他们所创办的托儿所。等一下，把你的小你主动的西瓜放在你的稻草人旁边。小小朋友把自己做的大颗西瓜皮放进属于自己的西瓜田，还有用报纸揉成心目中的大树。开心农场托儿所版多了份童趣天真。这里是知名金控集团马家所创办的，标榜由内而外，要打造孩子身心灵都健康乐活。首先餐点就十分讲究，养生的食材有机蔬菜，还会计算热量跟营养，让家长更放心。清淡的、健康的、营养的食物为前提，当然我们的蔬果、我们的蛋白质，我们都算出各种营养分跟热量，我们避免孩子们过胖或者是营养不良。活动学习英文，以认识到自己的身体，统合体适能，发展肢体，更增进亲子的互动。对，多交点朋友啊，然后他这样子的话，会对他的智能发展也有好的发展。户外创意游戏，既有选择不同的球来投球，以及平衡呼啦圈，学习问题解决以及发展想象力。这里一学期注册费6万多，每个月2万多的学杂费，包括接送、早午餐和下午茶，环境也是安全高标准。入口墙面还有整排的电视墙，家长可以随时透过网络连线了解孩子的状况，打造宽敞又有充满活力的环境，也希望可以陶养小小生活智慧家。人生水生英雄，台北，陈报道。好，真的是。